为了庆祝茂谷柑丰收，云林斗六日前举行茂谷柑节践行活动，吸引了许多在地乡亲参加。沿途可以欣赏到结实累累的果实，场面相当热闹，一起来看看。周末一大清早，在斗六大家长谢淑雅的带头下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参加茂谷柑节践行活动。出来走走的吼，了解到咱在地的特产吼，所以感觉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，我就出来走走的。但是吼，情调较无对了。茂谷柑外形既扁又圆，皮薄而平滑，汁多味美，成了民众过年拜拜与伴手礼的好选择。所以选择这个茂谷就是，看起来这就是整颗圆滑的，扁平的，那么里面就是好吃的。因为咱农民哦非常的用心啊，当然咱这边的土质，咱的土吧，叫早晚温差大哈，可能就是造就哈，咱茂谷柑这样酸酸甜甜哈，爱情的好滋味。斗六茂谷柑现在正是盛产期，想要看到满山遍野结实累累的景象，现在正是时候。新唐亚太电视黄可丽、张佑明，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